好，今天我们继续从上帝视角和平面的视角走入耳湾的另外一个星盘。虽然耳湾呢现在星盘呢所剩不多，但是多多少少呢还是会有一些比较零碎的机会，只要大家够快够果乱，就能登上耳湾这艘火箭的尾声。这个社区的名字呢叫 Lapsy， 他们的 Plan One 呢可能是唯一在耳湾100万价位所能买到的一个星盘了。在视频开始之前呢，请大家点赞并订阅，因为订阅呢只花您 0.25 秒的时间，然后这是给我最大的支持和动力。好，废话不多说，那耳湾的地呢众所周知现在是越来越少，华人呢是耳湾购房的主力。 Hotel Spring 这个社区呢一共分三个盘，这个盘呢一共有90多套房子，分九期开发，现在呢已经开发了前八期并且全部售罄，下一期开发第九期呢也只剩三套房，最后100到150万的房源呢在耳湾北部就彻底售罄了。这个社区呢一共分三个户型，从1172尺的两室两浴，也就是它最便宜的那个户型呢，价位是在100万上下。但是看周末这么多人看房的热情呢，下一期第九期，也就是最后一期开盘的价格呢，是100%会上调了。第二个户型呢和第三个户型分别是2006尺和2083尺，分别是40四浴跟30三点五浴，价格在150万到160万之间。感兴趣的朋友呢，请马上联系我们，只有行动够快够果断，才有机会拿到尾期的房源。Lapsy 这个社区呢有自己社区的一个小范围的社区会所，有可以烧烤还有游乐园，另外呢开车旁边开车2分钟旁边就是一个 Portal Spring 的一个大范围的社区大公园，有它的社区会所，还有网球场棒球场以及各种各样的体育设施。旁边呢就是 Portal Spring 它的那个9分的小学叫 Lomer Ridge， 它这边的学区呢是989，也就是小学呢是9分，初中 Jeffrey Trail Middle School 呢是8分，高中 Portal High有著名的 Portal High 呢是9分， HOA 呢也是非常非常便宜，一个月呢只有190块钱，就包括了室外的街道的维护、社区管理，还有公共设施的一个使用。另外呢地税呢也是非常非常廉价，1.25%，也包含了它的一个耳湾的一个特别税。那视频的最后呢再次讲一下耳湾这个社区的魅力，它的华人它的社区呢，当然华人买家呢就是它的主要购买动力。然后呢华人来了美国之后呢首选呢就是南加州，来了南加州呢首选呢就是耳湾跟城县。耳湾的学校呢公园超市饭店等等各种各样的公共基础设施呢已经是非常非常成熟了，甚至已经向周边的城市渗透。对耳湾跟耳湾周边城市 Lake Forest Mission Viejo 等有兴趣的客户呢请联系我们。节目的最后呢请您一键三连订阅点赞，这样呢第一时间呢收到我们给您推送的加州耳湾跟德道新的房市的资讯。